戴静我爱你，戴静戴静第一名，静静第一名。恋は恋に落ちている光の矢胸を刺す。君を分かりたい。一个选手在正在举重，男子96公斤的，谢谢傅伟哥，好开心哦！金银牌对战了耶，决赛，阴天毛毛的，都比完了，是要加什么？还有金银牌对决啊，当然是为了之后的比赛啊，要加油了吧？手段手段对，今天有男子双打的金银金牌战，金银对决，不要告诉我，好紧张哦，很恐怖。我好像其实很少绑蝴蝶拳，对吧？我今天这个蝴蝶拳绑了20分钟。上次穿男装不是这件，不是这件，但是同一系列的，不是这件。天啊！我一开始，我跟你讲，我对奥运无感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看，我看了之后就会心情紧张，然后胃绞痛，跑厕所，全身出汗，比跳舞还要流得多汗，很紧张啊。真的真的不是你看都会输吗？所以我没看，所以我没看，真的。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我刚刚才看了一点点举重而已，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紧张。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嘛，像跳水有一个跳水选手，他就失误，紧就是在赛场上压力大到失误，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我反而觉得能在奥运上不失误的人很厉害耶，你知道奥运一种世界殿堂的感觉，就像每一次站我们自己的舞台，我们都会紧张了，都已经站这么多次了，然后你看也有跳错的危机，这种上奥运的真的是哦，太厉害了，好强哦。小林就无感啊，小林真的老神在在，很强好不好？他给球王一个最大的压力耶，心理素质太好了，我不是心理素质这么强大的。太阳太阳第一名，太阳太阳我爱你。网络速限速还 OK 吗？目前161KB 每秒，你还行吗？有听到吗？黑流星，我在叫你哦！黑流星，准备好了，黑流星来了！黑流星，黑流星 ，Do you hear me? No? Can you? 他没有要 answer my question， 怎么办？Hello， 啊、oh, 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乐！我那天原本就要唱的，耶！
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生日快乐。啦啦啦啦啦，好开心哦，很棒，悠悠浮起来了。没什么绑过蝴蝶泉的造型，为什么今天绑这样呢？我没有忘记，我有跟你讲你生日，我有说你是寿星，殊不知你没有跟我说晚安。我就想说这次再见面就要补给你，就是这么一回事。怎样？什么不记得？我明明就记得，我明明就有讲寿星，他是寿星。你那时候有没有知道我在说他是寿星？对，因为德里卡呢。
的手。今天一直在听这首，插镜头很舒服哎、欸，很舒服的点在哪里？把颜色调不亮一点，这样吗？这样还过曝吗？有，还是过曝？没有，没了。嗯，可以，这样可以。所以不开上面那个灯。我有开啊。
です。漫画综艺最后两集找不太到，是完全找不到哦，因为完全没有综艺后面。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大纲，可是我好像目前只有在亚马逊上面才可以买到日版的漫画后面两本，因为台湾完全没有进后面两本的翻译，就是并没有代理了，只出到第八集。然后但是其实已经结局了，到第十集有结局，可是漫画就台湾漫画单行本就被腰斩了耶。有电子书吧，亚马逊吗？我不知道，我只有看到人家，就是我有看到亚马逊的那个网页版有在卖，然后他写说八到十天会到台湾，看得我有一点点心动动，怎么办？可是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而且我发现啊，最近他有新的作品叫《Aoi no Alice》，我发现还蛮赞的，就是他有广播剧耶。我看不懂，没有他结局了，但是在台湾被腰斩了，自己翻译。我要，对，我应该要自己翻译。我们可以帮你翻译，我一句一句念出来，然后麻烦大家帮我翻中文。买了珍藏就好。不知道，我看了，我翻了一下二手市集，没有人在骂日版的九十集漫画，所以大概真的对，就要找亚马逊逊。没什么是字典不能解决的，跟浅浅道歉的小事而已，没事啊，也不用道歉啊，他就是走了，就是浅浅就离开了，就不用道歉了。他，哇，我不知道 Mario 看不看这种少女漫画哎，但我今天，因为我今天在看那个，对，台湾出版没了，我今天就在看那个 Dolly Cannon 的他的真人ドラマ。然后我就坐在练舞室里面休息的时候看，然后大家走过来就说：“哇塞，这看起来这个就是这个滤镜是几年前的剧啊？”我说：“大概1314左右，2013-14左右。”然后我说：“是一个日本还蛮小众的日剧，但是它是漫改的。”然后说是哦，完全没有看过。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最近这几年的。小学馆的官方就有线上版可以买，谢谢你的推荐。西元1314年左右，是的，是的，嗯，我出生前几年。然后反正我就跟他们介绍说，这个是之前的漫改，然后Mayu 也没有看过这个，我就跟他讲说，是不是应该要翻到他翻译一下？我大致上有看懂啦，大致上我看完了七集，有看懂内容。但是其实我觉得真人版还进展还蛮快的，他改掉了一点点前因后果，但是理论上都还蛮合理的。但是那个差异就是才过了几年，才过了六七年，为什么化妆差这么多啊？妆容感差太多了，就是，嗯，大家如果现在跟不上话题，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反正就是我最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小时候大概13年的时候，2013年13岁的时候喜欢看的少女漫画，然后他之前有出真人化的日剧，但是不红，所以在 YouTube 上一开始也都没有资源。最近才有资源，刚刚好，很扯哎！大概在今年才又被这个月刊的 channel 放上来。我刚刚好就跟你们介绍到，哇！我大概是冥冥之中天注定，我就推了我自己坑，我就去把真人版给看完了。因为反正我就是六七年前去日本的时候，刚好带了他们的原声带回来。我还记得那时候用1000元日币就可以搞定一张单曲。300块台币不用吧，差不多那个时候应该还蛮便宜的啊、哦。然后我就把他的真人版看完了，唯一也不是唯一，其实能吐槽的点还蛮多的，但是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嘛，觉得剧情也没有很傻，还可以，我觉得还行。有看的人应该觉得还行吧？听说连我们小公主明晶也都买了1、2集啊，当初请支援输赢。真的啊，就是男女主角不是傻白甜型的，虽然有一些超自然不合理，就是
这样子也蛮合理的吼，反正就是小男生不会被发现是小男生的时期。后来漫画我看了一下大纲，后来漫画就有合理了，因为后来他就说男生变声了，就是声音变声期会没有办法再发出原本那么女生尖的声音，因为长喉结嘛，然后所以他后来就离开了这个就是这个角色。变身成魔法少女多利莫多。好的，反正我就是今天一日当了13岁少女，很开心。其实有办法保持声音啦，但是真的吗？怎么保持声音？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さおちゃん。おはようです。なになにです。ここね、ここねの。我女主角都会加什么什么です。おはようです。わか、了解です。切、不是吧？切掉有用吗？谢谢青云，ありがとうです。原来早就开始ですです了，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跟到真人版而已。声音要改变，要做声带手术，是的。所以没有，我现在没有大家，我没有要大家崇尚少年的声音。只是说这本漫画到后来是合理的，后来这个男生不是一直声音都这么高，但是其实声音很高的人还是很多人做得到啊。你看现在有一个歌手超强的叫周深，他的声音就很高很好听，他超强的，尤其是因为之前看选秀节目他有当老师，他超会教人的耶。希望有一天也可以被他教导。而且最近的漫画为了攻打那个网络市场，开始有了广播剧。我觉得广播剧的声优也很厉害，尤其是因为我很喜欢手内优的画风。目前到现在，我听了。青いのアリス。青の没有青い。青の。ほら、虹ヶ原。廊下を走るんじゃない。すみません。急いでるんで。他们就是廊下，廊下。女主角叫艾莉是吗？すごい。呀，どうも。はい。気をつけて。気をつけて。ありがとう。じゃ。かっこいい。私立つべ学園。哇，私立金边学院。中道部。2年 A 組。虹ヶ原艾莉。萨玛哦，加萨玛，竟然听得懂！你说你竟然听得懂吗？所以走廊奔跑队。本当イケメンだよね。私もイケメン。现在是线上翻译吗？我是一边听一边翻。但是我想问波谷。不谷只有小男生用，女生是完全不能用是吗？私は自分直接叫名字，そば啊，不谷可以啊，比较你说比较少年型的女生可以用不谷吗？因为他真人剧就是靠不谷，然后他就对这个人起疑了，开始查这个到底是不是男生这样。不管男女都可以用，大学以前都可以。那请问，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剧，它就是我们自己写剧本，然后我在剧本里面写了俺は怎样怎样，然后老师就说不行，然后还只要用不管，不可以用俺，然后我想说，可是就算看他们日本的那种小学生用的看的动画或漫画好了，男生还是用俺啊。所以不可以看动画学，オレ是屁孩在用的。海贼王的大妈都要オレ了，就帅啊，有帅到哦。
都是自称，没有分年龄。有女生有时候小时候会叫自己波谷，长大的时候会很羞耻哦。那其实就是小时候就说我不喜欢粉红色，我要穿黑色，我要帅帅的那种，是那种感觉吗？我都用瓦西，瓦嘞，瓦嘞瓦。你很有年纪耶，单细胞。之前讲过蒲少女，波谷秀久，蒲少女不是一部漫画吗？不是一部，我记得也是男生怎样的漫画。我嘞就有点像胖虎那种小屁孩。哎，可是我要说一件事，谢谢志宏的应援棒，谢谢呛辣咖喱鲷鱼烧，鲷鱼烧哎啊不在我身上，我把我的耳机装上了鲷鱼烧套。谢谢小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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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枫叶，谢谢鲁迪，谢谢数学课本，谢谢 Geek， 谢谢青云，谢谢傲江，谢谢剑骨，谢谢亚马逊逊，嗯，可能最近会用到亚马逊，哈哈，哎，我不会买亚马逊，真的，我没有用过，所以，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个汇率什么的刷卡能不能用，可能要问一下我同学。蒲少女就是只会用蒲自称的那个的女生哦，懂。你的年龄的艺人称是自己的名字，嗯 ，super super super， 了解でした。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这种感觉吧，刷卡就是妥妥，有魔法小卡，一切稳当。哎，我刚刚一段要讲啥？哦，对了，我那个时候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参考了那个《库洛魔法史》，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用内容文字去做改变，可是连小狼这么帅气、这么有责任感、这么聪明、这么智商在线、这么帅气，刚讲过了，的男主角也是用オレ、オレは，不是可以找你同学？好像听说过，对，应该可以问问我同学，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亚马逊上带。嗯，他有时候很懒，他不想接，他觉得很麻烦的时候，他就不会接。JCB 的日币汇率真的有比较好。JVB、JCB， 今天不是琪琪，今天是看到 this。嗯哼，ソシ君です。Gundam 是什么？谢谢 Magaz 的顾客评价，谢谢鲁迪的和你一起汉蛋发荷花，谢谢。谁？这是谁？不是，是的，哦，又是夜空哎，夜空的名字不是挡掉，导致我光看不到你。Canon 是谁 ？Canon 就是我最近在推的一部少女漫画，在台湾被断尾了，已经腰斩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日本原文，我找不到啊！但是如果在网络上找，通常都是盗版的，大家还是可以去买正版。其实我是想要买纸本的，但我真的没有找到纸本的二手，因为二手比较好收。我觉得原本是有这个心态啊，反正二次元跟现实是有差距的，不能随便偶嘞。小英根本没有在意小狼怎么自称，好不好？我知道小英是阿达西啊，他好像也不会叫自己萨库拉，他会叫阿达西。阿达西は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です。嗯，そう。そういうものです。你的嘴怎么嘟起来有越翘越高的感觉？你可能有去注射点东西。好像今天画的比较嘟嘟唇，有吗？其实也没有，用欧雷很中了，那就是我该用的啦。我就是啊那当那咕嘟嘎，哎，我小时候就是学《库洛魔法史》告白的。我记得小狼跟小樱讲的就是说，哎，啊那当那咕嘟嘎 ，skip， sakura sakura 没有，他好像就是讲啊那当那咕嘟嘎 ，skip this。我记得他就是讲这句，为什么有红包？耳机讲，一言不合就红包，谢谢。Ski this， 我跟你们说，因为我就是看了那一部真人版，然后因为他就是很小众，真的也没有人。
人翻译，然后 CC 字幕出来就会是直接现翻，你知道吗？然后现翻就是，天啊，你在笑什么？只剩下46分钟，是要我现在去下单吗？10本999，哎，很便宜耶，10本999，而且现在日币是不是没有那么高啊？我记得我们老师前几天、前阵子、前就是反正5月、6月多的时候，告诉我们要可以多买一点日币放着，快点，谁告诉我亚马逊怎么用？我要去下。如果十本漫画的话，差不多。其实日本我不确定，中国过来的话大概是100上下哦。如果一公斤内的话，其实到一公斤多也才120内，是蛮便宜的国际运费。如果十本从日本来的话，从海运的话，其实应该没有很贵哦。运费会比漫画要贵一点，不过书比较对。直接打 Amazon 好，开玩笑的，我怎么可能现在去下单？啊，外拍很多不寄海外的，嗯，请问现在有人在日本吗？请问现在有人在日本吗？可以帮我搜一下吗？不寄海外不是问题，连卡都刷不过。对啊，所以我说现在有人在日本吗？谢谢本人。啊！天哪，找转运商。对啊，小段现在在日本怎么办？人家都赢了，还要帮我代购。小林同学，对，小林同学现在心情可以放松一下，应该可以好好来代购了，是吧？才不是。人家才没有要做那个副业。谢谢，谢谢大家。小林还有比赛啊，桌球团体赛。我跟你说，你知道小林那天在打，就是反正他在打那个第四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在练习，然后反正就有一群人在休息的，就有在看奥运，然后我就问说现在是谁在打，现在是谁在打，他就说哦，就是男子单打的四强，我说哦，我知道小林嘛，然后我就被呛了，全部的人都问我说你跟他很熟、哦、啊，不是你们也叫小林吗？我咋的不能叫小林啦？他还是我同学呢，小林同学。我也叫小戴啊。乔丹男单的金牌赛，亚马逊单本440日币 ，WiFi 二手整套只要1000出，那听起来应该是要买二手整套的吧？你也叫小戴啊？都很熟。双的，所以应该是男子羽球男双。我们那个很厉害的、很有爱的 CP 吗？正在打，不要看了，举重输了，男子举重吗？我刚刚有看他
那次没过，但是他177过了。我们一开始还想说他前面171的时候怎么可以这么顺。醒不 ACP 网球周杰伦，三次机会用完了，最好的只会第十。没关系，他已经很努力了。他第一局太帅了，他第一局如此轻松已经够帅了。I can win this, kakui。醒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男子双打会一直赢吗？因为他们都有醒杯。行规的梗图，桌球躲猫猫，桌球躲猫猫，他们说不定打完整局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该行规一下了吧？啊，今天下午看完了七集《德利卡侬》，晚上就在胃痛。我都可以醒归，奥运选手也可以直接醒归。不过我觉得杨永伟的梗图也很可爱，头上的蝴蝶结也可以折成醒归哦。哦，对，我要吐槽的就是我们才差七年，当时的化妆感真的好不一样。我今天其实他们的妆感很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假睫毛要贴得这么厚，然后。他们的眼线如果要妆感重一点的时候，都会把眼线画得很粗。可是因为没有贴双眼皮的感觉，所以看起来眼线很厚重。我今天特别把眼妆画淡了，就想说致敬一下日系清纯妆，有感觉吗？但他们的口红都很淡。我七年前的照片啊。You know what I mean? 呼呼，可愛くない？可愛くなりたい？聞いて、聞いて。あそこ。吐槽别人化妆的部分，就是不一样的年代了。原来就是真的变很多了，现在的大家，我以前化妆，应该是不用拿出来讲，会出事的好吗？以前的妆感很恐怖，很恐怖的。他有没有？最一开始甄选的时候有化妆啊。七年前会化妆吗？七年前是什么时候？七年前是高中了吗？开始化妆好像是国三接高一的时候，为了 cosplay 才会化妆。什么刘三？七年前国三接高一的时候吧，但是那个时候不太化妆，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化妆而化妆，把自己搞完很可怕的妆。我不是为了漂亮而化妆，是因为 cosplay 的，对 cos 界有一个小小的不成文的小小规定，对，是吧？是国三高一啦，我记得。那个时候，七年前还是个屁孩，是，没有，国二的开始了，国二啦。我不是为了学化妆而化妆的，但是那个时候同年龄的朋友都会觉得哇，会化妆好厉害哦。但殊不知我化了妆看起来比没化妆还要可怕。需要学术研究可以欢迎吐槽，那时候真的太可怕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女生的假睫毛呢，其实是贴在真的睫毛的根部。
然后会比原本的睫毛再长一点或浓一点等等的。然后因为那时候不会贴假睫毛，但是 cos 角色不是都要那种眼睛大大的吗，睫毛长长的吗，所以我们就还是戴了假睫毛。然后我们假睫毛不知道贴哪里，我们就贴眼皮上面，所以你张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本的睫毛跟假睫毛。然后虽然拍照看不出来，但是近看跟它鬼，但是我们就这样开开心心的踏入了 cos 圈。对，没错，我们的同学们也都是一把梳子开始狂梳。小女子我国一的时候也是妹妹头疯狂梳刘海系列，而且你知道其实一直梳刘海会很油吗？因为头发头皮你过度的去刺激它，它就会出油嘛。所以那个时候国一啊，妹妹头的时候哦，都一条一条的，有够拜拜，然后就很喜欢那种，然后齐刘海齐妹妹头吗？因为是最近才开始流行回比较空气一点、比较薄的刘海，以前会觉得要厚厚的，然后要平平的、厚厚的、平平的、直直的，甚至会有人去离子烫刘海，会很直这样。然后那时候又喜欢留很长，要什么要遮眉毛才好看，然后都遮到眼睛上面了，你知道吗？就是眼睛都看不到。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不化妆，我觉得我有点死鱼眼，看起来很没精神的那种。明明我有双眼皮哦，而且我的双眼皮你看是真的，就是没有到很不深。其实我觉得我妈妈已经很厉害，我的双眼皮很对称，真的是我妈妈给我的礼物。但是我那时候不化妆，没就是睫毛没有夹，没有画眼，我是眼线差很多的人，我觉得，然后我就会看起来很死鱼，就是再加上那个厚重的眉毛、厚重的刘海，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就好像你欠了他200多万的非常屁孩、大屁孩型国中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感谢面吗？谢谢面吗？其实那种头也蛮好看的，我跟你说，那过度就不好了。我也就是那时候觉得好看才留的，但是就是因为太长，我又不愿意剪，你知道吗？啊，就是小孩子就会觉得不行不行不行，刘海很重要，不可以修，不要修我的刘海。嗯，我小时候是这样，至少我。我跟你讲 ，cos 妆画得很浓，还是有超厉害的人，就是画得很像的人，超强的，我不行。尤其是，出男生角色啊，眼线会很吃重。你们知道排球，光是排球少年，不是每个角色的眼睛长得不一样吗？然后有些人他的凤眼到很夸张那种，然后眼睛小的跟什么一样。真人版有办法可以符合那个大小哎。然后他就是出其他女角的时候还是大的不像样的眼睛，然后出男角的时候凤眼拉成这样，然后还可以很帅，你懂吗？很帅，这就是厉害的 cos。 这个就是在演卡农的女生，那个时候才刚出道，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婴儿肥，好可爱。而且日本的女生啊，多数都蛮喜欢不去矫正牙齿的，当然是不严重的那种，真的太严重的话还是会矫正一下。就是日本的女生通常可爱都可爱在他们没有矫正牙齿会有一点点八重齿，你知道吗？就是牙齿排列不整齐，但是笑起来很可爱。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他们连门牙都不整齐，但笑起来还是很可爱，兜底兜底。但是现在其实，现代的流行比较偏向会去把牙齿用的整齐一点。很多48系成员都有去，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日系女生好像还就是。不去整牙还蛮可爱的，就像我认识的、知道的、现有的很多人，杰尼斯现在都去整牙齿了，就是即使他们已经就是乱了好几年，都已经成特色了，有的还是会去移动。不矫正牙齿好像有听 Yuna T 讲过，不矫正可爱吗？是吗？现在
还是会去整齐一下。其实不矫正牙齿的话，要看严不严重，有些人严重会影响咬合，就是他可能会亮个，有就是久了的话，然后或者是反正就是牙齿是有影响一些其他的，没影响当然还好，有影响就还是去整一下会比较好，你的咬合会比较自然。八重齿就本间超可爱，其实我觉得有些人的八重齿真的是很 cute， 但是我没有，我在戴牙套之前，我的虎牙好像比较明显一点点，但是现在其实也还好。我本来就没有到非常软，但是现在结束之后，我觉得还可以，算是整齐吧。要看严不严重，一点点是蛮可爱的。日本女生不太喜欢矫正牙齿，对，而且有关于牙齿矫正是很贵的一件事情，价格上实在是。很多人到大学以后才去矫正，是就是自己存钱，然后才去花这一笔大钱。毕竟矫正牙齿不便宜，就算你不严重也不便宜。我没有戴很久，因为我真的没有到非常的严重，但是我还是我算是趁牙齿动得还快的时候，我就去矫正。戴多久？快八个月吧。很多人要戴很久，因为他们是很严重的那种，可能就是拔过牙，然后要把上面的牙齿往下拉之类的。老鼠，晚上好，在看奥运，等等再来，好哟，老鼠，老鼠拜。行，然后所以他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哎，我前几天在看什么啊？剧吗？反正就是傻人有傻福，他就是不知道原来人家可以聪明成这样，所以他就过得很幸福。我就是因为太聪明了啊，所以我的人生才会有这么多的波折啊。有智齿还没长，这样懂吗？对啊，哇塞，你真的太聪明耶，长两次真是有够聪明。智齿你不要，我跟你没洗塞。谢谢圆滚滚的枫叶。没有啦，我乳牙都掉了，真的。但我乳牙很白的，而且我乳牙
去拔完了。之前就看我乳牙真的超好看，我就说超好看。但是通常乳牙超好看的话，恒牙都会有点乱。通常，哎，我发现我好像大概把《干巴的辛德雷拉》的汉字都学会，还蛮厉害的嘛，我。面字慢，比本人好看。对，乳牙的部分比本人好看。我都放着他不管，去拔蛮可怕的，很痛的话还是要拔啦，毕竟他留着没什么用。啊，扎根超深！我跟你讲，大家的乳牙不是，大家的智齿都很痛，好吗？但是我就是有的人很肿，有的人拔完会很肿。你看，我就是学这个造型，但是他这个造型很微妙，就是真人如果绑这样的话有点好笑，所以我就你看真人版他没有拍到上面，但是如果真人版绑那样是有点好笑的，所以。我就绑了这样，应该还行吧。要把这个才看得到，江江勉勉强强。你看它就是没有矫正的牙齿，但是很可爱，它秀起来好可爱哦。那时候年纪还很小，而且我后来才发现他有演一周的朋友，哎，但是因为他在一周的朋友里面是配角，而且是发型过于正常的时候会对角色印象不够深刻，毕竟一周的朋友是漫改，女主角的发型神奇到不行。赛末点了，真的假的？赛末点了吗？男子收到，好紧张哦，真人的会看起来很像蟑螂啊，我有蟑螂脚啊，停牌咯。啊，确定都学会了后，过几个月再叫你看。それは真的吗？金牌了，哇，好棒啊，心碎了，观战死神了，就是我很害怕，而且我也不想经历那个胃痛的时候，所以我就不敢看。好开心哦，男子双打金牌真的很强哎，我不敢看，躲你这里。刚刚才讲完听牌就直接帅，太帅了，好开心哦。但你没有第二只耳朵，抱歉了，福福猫。球，然后那球真的只差一点点，结果没有压到哦，气死我了！还好后来有顺利压线，结束真的很猛啊！
觉得主要是真的很有默契，而且他们的赛后，他们赛后感想实在是很微妙。他们赛后讲真是太可爱，他们说就是不能看对看太久，对看太久可能会就亲下去什么的。我想说，这两位实在是压线没有悬念啦！压线仔，不要压线仔，不要当起来好不好？可以不要吗？哦、uh-huh. ，no， 这个 no， 压线仔我们不推广的好吗？哦吼哦吼，无论是什么都不要压线好吗？知道活动的当下，你就要努力用力的去拼命。压线仔之光，行对啊，行，互相凝视太久，惺惺相惜，会一个不小心情不自禁。我想说什么东西啊？压线，用力的压线，拜托不要用力的压线。压线，请不要压失败哦。对啊，之前还有人在比什么什么，最后一秒才压，是不是？这一点都不光荣好吗？不行。嗯，刚刚那个我有看到魅力哭的吧？魅力，オナノコ啊，ナノ魅力哭もない、オナノコだから。怎么唱啊？私ただの何の魅力。魅力もない魅力もない魅力もない女の子だから、赞，可以。对，我明天还要留着叫，大家加油。我的五万元日币，五万元日币不可以乱那个损毁。对，他说现在因为已经绝版了，现在可以卖五万。我当初带回来只花了1000块日币啦，抱歉了大家。欸，拜托，黑色帐篷是杰尼斯欸。他们一张单曲要3000块台币，实在是，我这只要1000块日币耶，拜托，是1000块日币耶，各位。哎，当初小迷妹时期真的是也不怕乱花钱，我跟你说。大家现在不是都会买生写真吗？然后我曾经当过很厉害的迷妹的时候，也不是厉害，我没有很厉害，就是那时候去日本会乱花钱的时候，在当迷妹的时期会去买，也是买他们的 shop 照嘛，他们的生写真是一张，你去 shop 店里面挑的，然后，现在想想还真是蛮贵的耶，当初到底是，唉。年轻啊，那时候钱乱花。有，我有去过 shop 店，然后现在那一家已经关了，大阪的那一家，很大的那一家，然后还要排好几层楼，而且不是表参道的那一家，然后反正对，大阪的那一家 shop 店花了啥，就其实就只买 shop， 就只买生写真而已。而且我跟你讲，我还觉得是恭喜台湾羽球男。shop 照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排很久了。那时候对，要排队还超烧钱，是不是？想想我们生写真应该好好买啊！而且接下来的线上公演也不用排队，不用抢哦，是不是应该要买起来啊？对吧？对吧？喊的我都，你是喊金牌吗？我想拿金牌，大家都拿18天。我想拿金牌啊！抱歉。怎么可以这样？
排，我想吃鸡排，我想拿鸡排。恭喜拿到了鸡排，好开心哦！17天，18天，18天呢？对啊，我已经讲完了。什么？他那个，哇，我18天讲挺久的呀，爸爸。他以为我不知道那个牌子叫什么。面包的延迟是挺严重呀。简直要5分钟之多了吧，是吧？我这边还来得及，欸，爸，你那边还来得及。我要换。你要换什么？我要换十三。对，你要换13了。天哪，真的很严重啊！金牌后18天都可以拿，都直接去拿啊！来得及，来得及，想拿鸡排，通通拿。太棒了，还来得及看，他还来得及看决胜球哦。女主角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卡农，多利卡农的，初めて恋を落ちました，是吗？我忘记他前面写的是什么时候了。快去买运彩，快去，面包还来得及啊，是吧？他说他人生第一次坠入情网，但我忘记他讲什么时间了。我只记得很不可思议的樱花永远都可以落在女主角的头上。为什么我就没有被樱花落过呢？终于，对，你终于可以看到独自住后的了。你上一次才说你想看到什么？你上次才说你想再看一次什么？对吧？现在买的话赔率会很低哦。那你有被什么落过吗？有。很幸运哦。大家应该不想知道吧。落枕，有落枕，我自己就可以解决咯。吉上めちゃモテ委员长，魔法战士，真的假的？哎，魔法战士也是超 channel 的，超哦！我前几天才在那个电视上面看到了魔法战士马吉马丘皮尔斯，是这样念吗？反正就是也是一个。一看就知道是日本那种变身系的，然后也有每个人代表的魔法师的一个变身的真人版，然后我们居然有播，欸，居然有买版权，天啊，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日本真的很厉害的点是他们很小很小的网综，或不是网综，网络剧啊，这样子的真人版演技都还是很一流，欸，就是不会尴尬到看不下去，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觉得
我就是韩国日本的童星都太强大了，因为前阵子在重温一点点鬼怪，然后那个小孩子的演技跟日本每一部小孩子的演技都很强大，超级不能说完全不尴尬，但是真的是很在线那种，很吃事务所。线上公演有没有人数上限啊？应该是不会有人数超载的危机，现在不是拿不到彩带的走心才会一次变成200个吗？这次不知道哎、欸，这彩带要怎么丢啊？我也很好奇哦。嗯，随机抽选，只有一个人可以在正面看到彩带。Kiranin 的第一话，他们也可以放上来吗？噔噔噔。明显的嘛，我刚唱过吼。线上公演，请所有成员拿彩带砸摄影机。摄影师孔成最大输家。我也觉得彩带可以抽选吗？大家可以问问看营运哦。这个抽选的话，还是有走心的问题，对吧？是这首吗？可以干呐？不是。是，太大声了，不是，等，这不中文版，还有粤语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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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是粤语的，噔噔噔噔噔噔，你没有考虑新加入的摄影师的感受吗？要被踩到砸？摄影师，我跟你说，你应该要很开心哦，应该要非常开心，你知道吗？那就这首好了，我不会唱的。不然声优都
会不会很寂寞？那你就会喊大声一点，喊到我们都听得到。新演员是唱歌的啊，哦，你说哦，歌手连演戏哦。可是新演员他本来在他歌手歌没有，他其实也蛮早就很歌红了。我只能说他的演技是真的很好，因为他自己综艺上面的表现也真的是演得太好了，角色呈现的是先唱歌的吧，嗯，就一开始新演员是先唱歌，殊不知演技也是一流，但是很多人都说演戏是可以训练的，后天训练。声优的 live 我都觉得超好看，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很多声优的综艺感太好了。我觉得我跟你讲，因为最近刚好在都在家里，然后如果走出去有看到类似 VS 阿拉西这样子的日综，就会坐下来看。然后我觉得日本艺人很强的，就是因为从小他们的综艺就太发达了，所以他们几乎在综艺上面真的不会有怯场或者是说表现的没有综艺感的问题出现，欸，就是虽然说本来就不太可以有走心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就大家觉得走心，可是你知道综艺毕竟还是有比赛的成分，比赛很多人的个性是一定要用力努力认真比的，像我就不保证如果输得很惨的话会不会就，但是我觉得日综基本上大家就算输了都还可以讲出超有趣的话，真的很厉害，就是你感受到他的不甘心，但是他讲话就是超有趣，到底为什么好强哦，认真的强大。巴啦啦里卡巴啦啦卡巴里啦啦卡巴里啦喔，来到一点小女警徽 Power Kill零零呀，感觉会越来越危险。台本呵呵，那也是很好啊，如果有台本然后这么顺的话，正在颁奖中吗？大家现在在看颁奖了吗？现在是在颁奖了吗？那是不是不可以吵大家认真的看颁奖过程？早安呢，啊，早安早安早安，整台颁奖面面请自由发挥，没有问题，忙着看我没空，不是日本的搞笑，就是那个概念又跟搞笑不太一样，就是回应很厉害，尤其是他们那种前辈捧后辈捧前辈，后辈然后前辈捧后辈的感觉很可爱，虽然就是知道就是一种礼貌，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谢谢小恶魔，我今天也全黑耶，太开心了，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前半段已经急了，鸡排到手、啊，我已经结束了，我觉得我可以放轻松了，我可以跟小慧专业互捧啊，嗯，有什么好捧的呢，我想想，鸡排到手，体重加酒，加酒也太多了吧，他们刚刚又申请到了，请问比爱心了吗？这次？哎，那请问一下，这种双打金牌是拿几张啊？拿两个吗？单位应该还是会粉红色的颁奖台。Doki doki bling bling，Doki do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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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ki，Zuki。
有哦，有人 A 很激动哦，有人 B 很激动，有人 B 赢了，男生赢了。我上午在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小呆加油。等等，我下午查了害羞是怎么念。Sugar no friends， 还学到一个文法叫 Pekita。Teretere，对，Teretere。他说，就是男主角的表情看起来 Teretere。然后我说 ，teletele 是什么？感觉又是一个形容词，莫名其妙的撞声词之类的啊！原来是 telele， 没有学过，平常不会在课本里学到，害羞吧？恥ずかしい。Pekita， Pekita， 我觉得应该 iku Pekita， 就是应该要去是吗 ？iku Pekita， 这个日常很常用。Pepero， Pehe。德黑皮罗啊，我知道德黑皮罗是那个吗？这样是吗？德黑皮罗，行くべき，行くべき，だ、行くべきだと思うだよ。そう。这样害羞啊？你就想春山百季看到伯母就是テレ，像你就很常テレる。对，我觉得你必须去。行くべきだと思うよ。ベベロ。这首是寻找满月的吗？为什么テヘペロ会这么清楚？因为反就ペロ很好记。因为得黑就是那个，他们不是都会得黑，就是日本很常会有一些很微妙的撞声词，就会很好听。不二家，对，得黑配咯。哎，不二家的牛奶糖其实真的很好吃，但是小时候很常吃，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变得不常吃了，长大好像没什么机会吃到。那你们知道不二家有出一个它是那叫什么唇部角去角质吗？反正我妈妈买了一个，然后它就是可以让，因为我们嘴唇如果常上唇膏的话，会很暗沉，然后就会要去角质之类的，很香，它就是牛奶糖的味道，就是不二家的牛奶糖味，超好吃的，很想把它吃。不二家用可爱来装傻，嘿嘿，嘿嘿嘿，没错，日系少女的感觉。不知道好像是联名吧，还是什么的，不好买。不二家的糖糖现在不好买，不二家的汉堡排没吃过哎，菜瓜布。你就去角质吗？对啊，其实我也觉得你用菜瓜布最快。如果你下次洗脸啊，觉得单纯洗脸已经不够干净，你下次就用菜瓜布试试看，要用绿色那一面哦，超好吃。你是不是吃过？就是难免会吃到，会吧？我连护唇膏都很常吃了，该吃了。的主题歌，这首人知道吗？我播过。雷福利梅扎恩斯，我只记得男主角叫酷。如果我从小就会日文的话，我应该这些动画歌都很会唱。可恶。不得了，都跟我同一个年纪的，好开心。外面那两只就没办法跟上这个话题。
是上个世代。只熟歌没看，为什么？为什么会熟歌？歌，因为歌手吗？没看，但听了很多次。以前其实我们有播，以前电视台是有播的。对，26台。他听完 OP 就转台，太坏了吧？可以不要这样吗？眠不眠不眠不眠少女と一緒に眠不眠不は何何何の感じ？眠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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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眠少女同气体感是啊同气对无咒漫画雷雷的，我把漫画看完了耶，雷雷吗？我没有印象很雷耶，你可以装熟。这就是 ACG 经典串烧，我现在就在播 ACG 经典串烧。我今天应该看起来很中二吧？应该有看出来，我小时候真的是，我小时候看的漫画可多的，也想跟我比少女漫画的涉略。看跑跑卡丁车的精华是蛮符合的啦，惊人让 Life 官方正在别人的直播间集体膜拜，什么集体膜拜？永之助，永之助，你是说小红豆的永之助吗？大家可以看一下广播，集体膜拜永之助。小红豆我也看过，只是没有那么喜欢而已。小红豆太纯情了，小女子我不看纯情类。膜拜是什么概念？我那时候还很想学女主角把丝带，就是很微妙的丝带缠在头发上，那不是正常人的头发做得到。小红豆的剧本是郑文康写的哦，敲敲一杯黄丝。厉害啊！我没有说不好看，不对我的胃口哎。啊，他就是纯情纯情的纯情系卡通，彩云国物语吧？是不是？为什么小红豆太渣了？我也看关于黑杰克，而且你们知道皮诺可这个角色好像没记错的话，漫画里没有。彩云国只看了第一集，这个也是五种的，但这首我都没印象，因为这首不是 OP。抱歉，大家这样耳朵会不舒服，对不对？看了也是单行本，而且那个时候好像还是
朋友家的小孩子有收一整套的黑杰克，关于黑杰克。对对对对对，只把器官移出来还能活着，太宗太没有。只把器官移出来还能活着，太宗太没有吧？做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就是自己回去回顾了一下嘛。有人逼还在开心耶，有人逼还在耶耶耶。梦想的雄心决定即时，决定要背着梦想一起旅行。太阳和风与我同行，热情的微笑会开启。幸福的梦，维持一种心情，像是天生的快乐甜蜜，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在这个世界。许多令人沮丧的回忆，便请创造自己的奇迹。不要忘记那股真心，不要忘了自己，才是你自己的主人。Hear my song， 说好的梦想一起去旅行，自己决定。想要的回忆，太阳和
给他 CPR。 维持一种心情，像是天生的快乐甜蜜，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不要忘记那股真心，不要忘了自己才是你自己的主人。我在认真唱歌攻击坏人的时候，是攻击对我无效化的，好吗？攻击无效，攻击无效。我在认真唱歌啊！哈，认真唱歌的时候是不能进行攻击的。你没有看那些，你没有看那些坏人都不会在他们换衣服的时候吗？吃掉了吧，吃掉了吧。变身期间攻击无效，唱歌期间也无效，好吗？脸黑黑的。Touch, give me one more touch, 力量就进入我身体。Touch, 指尖的魔力，把一切都变成奇迹。遨游天际，整个城市都一览无遗。信号声如果响起，就要出击。这种感觉如此的 amazing， 我们可以立刻在这里出现。是否也好奇？你的黑骨盒就是我的武器。天真善良可以打败邪恶势力。我们有个最好的、最亮的终极任务会是什么？不能告诉你。冲！努力向前冲，看我们越来越胜勇。冲！只要心的痛，就不能阻挡我的梦。Flying high, jumping high, go high, riding high. Give me one more touch,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更美。身体 touch， 指尖的魔力，把一切都变成奇迹。Flying high, high and high, jumping high, riding high. Give me one more touch， 我们让这个世界更美丽。这是王心凌当初帮飞天小女警 Z 唱的 Touch Me。真的没听过，厉
吧？这感觉不是原曲哎、欸，这是我不知道，应该听起来应该是翻译歌。Z 是日本版啊，但是台湾也有播哦。我居然好像叫到了我的 Siri， 我的 Siri 居然叫了。十八岁没听过正常，对啊，这是王心凌唱的，这首是王心凌唱的。我看到人自制 KTV 的字幕有超多的耶，还有号角响起、宇宙人、追光者。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开心。阿里 EXU， 这是几年出的、啊？这要看的。2008，哇塞！等一下，杨雄，你是马上就已经知道大家会问什么吗？还是你刚刚就去查了？我还年轻，这是要 cue 我唱歌吗？2008很老吗？我一直喜欢泡泡，无论是小孩子版还是日本版。心情很不好，我觉得小时候这些番都太这么说来其实有点微妙，就像是日本漫画不是通常就是琢磨，像是这个老师是在写有点，你可以把它完全带入 Nico Nico 上面的所有唱剑、哦、终于想起来了，上面的歌手叫唱剑，然后唱见啊跟一些就是演艺圈的故事，然后像之前有提过那个偶像训练的作者叫中原信吧，他笔下有两部作品都是演艺圈的，一部是在写歌手，然后歌手就是偶像训练嘛，他是偶像，他立志要做偶像，然后另外一支叫做《红色女孩钻石心路》是写演员的，然后都是描写了很多演艺圈的生活，虽然说不尽相同，就是没有美好成那样，也没有不好成那样，应该这样说吧。反正就是真正的圈子应该不能靠漫画来认识，但是反正就是有些心境真的是蛮相同的，就像。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内容，就是看那种他被强迫要站在大舞台上面唱歌，但是他本来的兴趣只是在 KTV 唱 cover 而已，而且就是 KTV 不是会有那个吗？几点几点几点？
我就记得之前有人吐槽过，是 Selina 还是 Hebe 吐槽说他在 KTV 唱自己的歌，结果居然没有100点，他很不理解。然后反正就是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头，他是因为唱 KTV 唱得太好了，然后后来结果又误打误撞变成类似 Nico Nico 的唱见，然后后来被歌手邀约上大舞台，但他自己没有答应就被拉上去了，然后他就临阵脱逃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自信，他觉得在大舞台上唱歌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就是一般的那些歌手跟偶像，尤其是这次拉我上台的人是一个多优秀的人啊，人家是 pro 级的耶，人家是专业的，什么都很完美，什么都很 comeback，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就是我唱歌也只是 cover 别人的歌而已，我没有其他的才能，就像这首歌是跟 Vade Cinderella 就是跟 Cinderella 一样，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没有其他的魅力，就是个普通人。然后我就看了看，就差不多啊，心有戚戚焉。看完的时候心情就很糟糕，因为就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到现在还是会觉得，无论是大前辈也好，或者是现在一线的歌手啊、演艺人员也好，你就会觉得，你看人家唱歌这么强，随便一个清唱肺活量这么好，人家演技这么强，人家担当起男女主角的时候，一个眼神，你的眼睛就会忍不住跟着他一起流眼泪。然后更不用说，你看日本或韩国的爱豆了，哇，每个唱跳都威猛到一个不行，跳舞也是随便信手拈来，然后年纪还比你小啊！最难过的就是这个年纪，真的是越长大啊，越希望自己冻龄的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我是觉得被比自己小的人比过，或者是自己的小比自己小，就是自己小的人还要比自己小的人比我还要优秀很多，就是厉害到我会崇拜的那种程度，就会很崇拜，然后就会心很不甘。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这跟我喜欢小年纪的偶像是有原因的，就是会觉得别人好厉害，我知道那个年纪我也做不到，所以我很崇拜他，就是也希望他小小年纪就会被看到，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到了这个岁数还这样，就是真的很有些许的落魄。打者为先，那些从很小就开始训练吧，对，没错，但是现在说这些没有意思，但是如果要说会不会后悔的话，我其实常干这件事，就是我常会说，我小时候应该要学钢琴的，我小时候应该要学什么学什么的，可是也知道，就是因为我，对啊，人家年纪才多少，你当时在做什么？这句话最近好红哦，日韩的艺人好多15、16岁就很强，对，所以他里面就有说，就是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素人而已，就是即兴莫奈西，为什么可以？怎么可能可以跟他们站在同样的舞台上？所以他说他在舞台上是唱不出歌的，他没有办法。老实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自信爆棚型，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没有自信型，都不知道怎么定义自己了。因为如果今天就表演这件事情啊，我很有，但是在很有把握的状况下被突然的丢上台了，我会希望可以把握这次机会。但是有时候就是假设如果没做好，或者是说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会想说就是自己的能力就是也太烂了吧，还想要跟别人比啊，可恶，这种感觉。所以活在当下，没自信的时候就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子比的好不好？嗨嗨。所以有时候看看这些少女漫画，其实觉得还蛮微妙的。如果不在这个圈子的话，假设我今天已经20岁了，然后普通的大学生，普通的在打着工，然后未来要做一份就是可能 OL 公司里面跟这方面圈子比较无关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些漫画在写什么啊，搞笑哦，就是
我人生二十几了，也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啊，怎么会这么没有自信啊？上去唱就好了呀。可是如果现在身为居然身为职业 idol 的时候，就会想说，啊，对，我也会这样，真的，天哪，好没自信啊，怎么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其实不只是，虽然说可能我刚刚讲的比较是说像前辈那样很 level 很高的，但是其实不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像就是不跟前辈，就是大家会觉得不跟太遥远的目标比的话，其实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偶尔可能会觉得，唱歌不如人啊，跳舞不如人啊，人气不如人啊，不如别人会说话啊，什么等等，就是其实烦恼还是挺多的。人虽然都不要去比较，但是没有办法不比较啊，因为这就是群体生活嘛，对吧？应该说是努力的超越自己就好了。你看像郭姓淳完全就是一个帅气的在跟自己比赛的概念，但是人家是到 pro 到顶尖了才可以无忧无虑的跟自己比赛。对，看完突然很难过，就是因为就是想到了身边的人，然后想到了自己依然不如人。然后又想到人家就是会说什么，偶像虽然就是很好笑嘛，偶像是不会擤鼻涕的，偶像是不会怎样怎样的，偶像都是很香的。然后想来想去，好像自己有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某些人家就觉得，偶像怎样怎样怎样，你知道吗？就是偶像总是很可爱的，不会出崩图。好，我要努力之类的。偶像握手完之后都会超香的，就是手上都会留着偶像的香气，好吧，那我是要喷很多香水啊。偶像走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他曾经经过，那个风吹来，就是啊，都有他的味道。好像某些人真的有这样，那我是不是要狂喷？偶像的脸上是不会有痘痘的，他们都超会保养自己的啊，好厉害哦！死定了，我的痘痘怎么办？是不是要好好练遮瑕？偶像的皮肤都超白的，尤其是那个腿，超直超白，仿佛不会变黑一样，晒太阳也是白里透红，唰晒。你懂吗？虽然说是过度幻想，但是你知道人会追求美好的东西，包括自己，无论是就是你们喜欢的样子，还是我们自己追求的样子。对，虽然说是荧幕上的，但其实我觉得不能说是假象，只能说是可能四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他，不是完整的，但是他把完美的一面呈现在你们面前了，然后就会想说，至少我要把完美的一面展现在你面前，懂吗？然后就突然想到，某些人就是某些部分啊，有一些人是真的符合的，就是真的完全符合的，就可能他不止连握手的时候，他可能连私下都超香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就想说，我可能握手的时候很香，但是我私下好像没有做到，那这样子算是不偶像吗？只喜欢跟自己比和追求目标，不喜欢跟别人比。但是你看，你追求那个目标是什么？是谁给你那个目标的？其实我们也只是想跟你看你想看的样子，想跟你看你想看，想跟你看哪里？跟你看，你好可爱，谢谢。偶像都是香，对啊，可恶，人家都说偶像都是香的，这个圈子比较没完没了，走出自己的路比较重要，对，是，
但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偶像也算是一个微妙的标签，能够以偶像身份完全做自己的人真的还蛮少的。其实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不是说不做自己，但是有些事情好像不能展现出来，感觉会跟偶像的定位不同。可以这样子解释吗？例如说欧巴，对对没错，但是对偶像的设定，如果要说是一个完美的偶像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不一样。贩卖的东西不同，应该说要做到的事情不同，这样子的感觉吗？对，活到生活里。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偶像很厉害的点，是他或许很累，累到先不论我们，我觉得我们的圈子其实很棒，因为我看过太多很行径更恐怖，就是已经侵犯到生活里面的偶像圈子的状况。假使说其实还是日本韩国有很多会出现所谓的类似私生饭这种东西，就是严重的话我有看过人家是家里被装监视器，然后或者是说洗完澡出来发现床上躺了一个人，超夸张的，这真的是新闻报过的。还有那个车子底下被装 GPS 等等，很恐怖的那种。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庆幸的是我们目前圈子里的大家都很棒，就是都是很棒的，很棒的爱豆人就会吸引很棒的粉丝。没有啦，反正就是至少那样子的生活压力是还没有入侵大家的生活里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开心了。先出境机斗，对，我也觉得出境机斗，他居然可以爬到二楼，我的天啊！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对，所以其实偶像，但是我说偶像在这点啊，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跟生活压力虽然很大，但相对的它其实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救赎。有些不是圈子的人，没有喜欢偶像的人，或者是说没有感受过这样力量的人，可能会认为不就是你自己想太多，就是你看过度想象，那个人觉得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完美，好不好？怎么可能怎样，就是怎么可能不擤鼻涕啊，怎么可能不上厕所啊，对不对？搞笑。然后说你也太把你的重心放在他身上了吧，不会带着他的照片学车就考比较好好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救赎，无论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但是你会觉得，我觉得拯救自己的是那份喜欢的心情，就是开心会带来幸运，那个幸运说不定是你自己带给你自己的，但是那是因为你的情绪跟你的心情非常的愉快，反正就是让你全身充满的雀跃的氛围，对，让你自己很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偶像最厉害的点就是他的存在就可以让你感到很幸福，明明老实说他不一定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或许你们的偶像很努力很努力，所以会让你觉得你也要很努力很努力，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相辅相成也很好。你看吧，春诗雅梯面试还没失败过，这完全就是真的，我也觉得很棒。只要带着任何的幸运物啊，或者是说穿着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充满力量一样。所以偶像虽然说生活压力也好，或者说可能平常有什么什么样的压力，但是相对的它能够给的力量太大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承受这样子的压力也是等号，也是同等的。
果然是质量守恒啊！等价交换，我要变出什么呢？炼金。基本上他不该拿出来比较的，这明明就超强的，终极可是我们小时候的童年啊。用你的后半生，这样守恒吗？很强好不好？十九岁在拍终极一班，我觉得这才不是黑历史，就是卖了我们小时候一个童年啊。恋爱那几年，久久掩饰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那几年，久久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奥运有打扣项目哈，会输日本吧？打野还要会打，你要会跳。而且人家粉丝超强，人家是可以跟偶像对跳的耶，你知道吗？完全一个动作都不漏。一个微笑加99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手心紧张薄荷交个心愿。谢谢阿 k i 的告白气球，这叫什么？正宗恋，Kobe。那你立刻跟着他跳，有个影片看过，好多人超强的，好不好？保存期限是永远。狐狸科比，恋爱那几年，久久掩饰的浪漫，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那几年，久久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超完美的口感。喜欢你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恋爱那几年，久久甜蜜在心坎，品尝你温柔宠爱，最完美的口感。对跳白色情人节很厉害啊，超厉害的耶，要跟着转圈哦。有吗？你心跳有比我们快吗？我们可是一边在跳舞哦。你对跳如果没有跟上拍子怎么办？啊！怎么这样子？怎么突然爆发？我都把蝴蝶结拿掉了，说啊，蝴蝶结如果没有拿掉，它可能会不见，对吧？不要走位，不要脚的动作，你们也可以。真的吗？是认真的吗？做得到吗？啊！你看，这样会不会不见？这样会不会不见？好像不会耶！谢谢。头会被挡住。平常你抽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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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安，谢谢 Megas， 谢谢熊熊，谢谢熊恩，谢谢数学课本，谢谢阿 Kira， 谢谢乌鱼子。大家觉得乌鱼子好吃吗？谢谢包子，谢谢乌鱼，谢谢阿 Kira， 谢谢一边，谢谢 MK， 谢谢露露一下下，抱一下，抱，抱抱，一想到你我就。吃掉了，谢谢玉安，很好吃啊！我不喜欢，我觉得乌鱼子味道很微妙。
我觉得太昂贵了，所以因为我有没有到特别爱吃，我就觉得我不会想要花钱买乌鱼子。蝴蝶结的威力真是太好了，它完全就是，就是把所有人的特效都吃掉，哎，好开心哦！爱的3.14159，黑色协奏曲，我想有人听过这首吗？没有哎。Beautiful wish, before the moment, 水色的旋律，爱的默契。Rainbow notes, 七色的绚烂，有七道光芒。正在颤抖，真心真爱鼓动，都遗留
准备好张开双手，即使青春沾满着苦涩，你们早就出动，带着快乐跟随着爱鼓动，很适合音乐棒的一首歌吧。我有看到明星回我 Rainbow's Notes 的人，喜欢坏人的歌、哦，那有没有听过这首？你一定没听过。啊，我好像听过，太大声了，吓死我！吓到我毛都掉。他的剪接是剪了什么？他的声音音源不一样。奇妙的期待 ，Oh yeah！ 我不能接受他这样子的剪接，好痛苦哦！抱歉了，真的要捂耳朵了。耳机量死亡，大家还好吗？还活着吗？是不是已经不行了？好了，不唱了，不唱了。毕竟本台最大的那个就是。面妈说她没有很喜欢听珍珠美人鱼的歌，撑住了，还活着。坏人唱的歌，其实坏人也有可爱的角色啊，对吧？刚刚一个切歌就大爆音，不是她好可怕，我有吓到。娘哥，娘哥大战的牛不牛？那他不是从小就不喜欢了？小时候《光之美少女》之类的吗？珍珠美人鱼都是金曲耶，对啊，带我去冒险，耶耶。你说飞马不是已经没了吗？你打又回，打又回，打又回，好比打打的六周年，打又回。今天是最后，闪闪发光 ，Pretty Q 啊，天生勇敢。Pretty 可爱无敌，我们就是 Pretty Girl。我不会唱这首，但是那个时候我只记得我会 Pretty Q 了，就这个而已。看光美的大叔比少女还要多。初代最好看，我只认识到第三支的时候，第二代吧。我通常六日都会忘记看直播，太好了，你今天没忘记。啊，这是我之前啊 ，My Melody， 我喜欢这首。抱歉，我要切歌。是这首吗？呼啊呼啊呼！我爱 Melody。 我小时候是真的喜欢过 Melody 耶。神力标志，拜托你了。我没有在装可爱， Melody 真的是长这样， Melody 真的这样， Melody 真的这样，拜托不要。咕噜米怎么了？大侠先生，拜托你了。美乐蒂，美乐酸，美乐，咬到舌头了。
题就这样。我记得男主角也是正太。哎、欸，没有没有，很尬。小学生的鸡头，哎，等一下，是男主角吗？是男主角吗？不是，我忘记男主角叫什么名字的耶。女主角也有点忘记了。大狗好像有电影，没错，大狗是男孩子哟。大狗是一只在云上诞生的男性小狗，一双大耳朵可以帮助它飞翔，但是它不会这样子飞翔。真的是很多奇怪的歌，可爱好不好？就是可爱，我就是吃可爱长大的，我要介绍很多可爱的东西给大家。可以每天画蝴蝶结吗？所以我以后也要以蝴蝶结为标志吗？因为加奈，My Melody滴滴。嗯，这首还蛮喜欢的，其实这首很好听哎，我觉得蛮好蛮可爱的。这首还有什么呢？嗯，还有什么？小时候，小魔女哆瑞咪。我发现我爸爸把小魔女哆瑞咪的电影版看完了，但是反而是我还没有。莫名，太莫名了。他跟我说很好看，我想要呼叫虾虾，我要呼叫虾虾。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樱紫，不可思议吧？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紫色。Thank you.
進もう自分の力で。我知道巴夏，我是说我忘记巴夏后面了。对啊，你看这顶，因为它也是蓝色色调的。カボチャの馬車を。好，我们不纠结歌词了，反正我也是没有在背它。有吧？头上那个厉害吧？我发现我发饰真的很多，而且我有戴发饰，看起来会很有造型。走らせて、カボチャの馬車を走らせて、頑張れ、シンデレラ、シンデレラ。自己和声。嘿，安妮谁还不睡？哦，好可爱哦。被咬了，蛮好笑。进进进，够了。对，我要给我必须给这个广告活下来。
不是，该不会也是指引指引我爱你吧？我看完了，我刚刚看完了，那刚刚那不是够了哦。我以前玩过这个 NDSL 的游戏，我觉得以前的动画都太厉害了，因为他们的衣服做得很可爱，就是都会照皮拉里他们都会照游戏那个动画里面做衣服。游过来的这个风气，唱歌的人都要会跳舞，尤其在动画里面，演员也要都会跳舞。你看，恋舞也是，这个小声刚说的时候表演过，而且但是这首歌是三人的版本，也只有对，只有日本这个文化。他坚持接机，人家也很忙吧。不是天神。
天的，反正我的手臂肌肉比较无力。对，就是懒在家里，所以手臂肌肉无力，好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打击台没办法打超过两首歌，而且我节奏感不好。虽然我晃动的非常有节奏感，也都在节拍上，但是打不到。我打两首我就没力了。好青春哦，谁好青春？我吗？打吉他的朋友拉头文字 D， 我反而是长大一点才有开过头文字 D。两首歌限定马铃薯泥，我后面整个就不行。我会玩音游，我跟你讲，我有一阵子还是蛮沉迷 Love Live 的音游的啦，就是有一阵子，后来就没有然后，因为比我强的人太多了，我不想丢脸。上次打只有断掉棒子，哇塞！我们有同学会自带鼓棒，因为他自己会打鼓。手残所以都不玩这类型的游戏。我只是发现了我的天生天赋比别人弱很多，但我还是没有拒绝去玩这些游戏。但是我真的不懂，我跟你讲，玩那种音游，我身边有超多强的人哎，而且他们明明就不背谱哦，还是很威猛，到底为什么？也大推，超喜欢。这首是前田绫奈唱的。
会哭。对，翻成中文翻译是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丽。是不是有挑过歌词？没有，但是这首是我的爱歌，超喜欢。个性很赞，温柔，能够接受这样的男主角也是不多。男主角是极度傲娇型。面面每次直播练三首日文歌，日文真的会进步哦。那先跟大家推一下这部很好看，《世界は雨降らしの歌》，Beautiful Rain。这首歌好听，《Tender Rain》。这部真的不错看。看来明晶跟我眼光相似哦。可是我练日文歌，我没有认真在背歌词啊。虽然能懂这首歌的歌词内容是什么，有人听不懂吗？我可以帮他翻译哦。因为我之前有认真的看过这首歌的歌词，但这首歌的歌词比较诗意一点，大家可以认真的去翻。违法结婚的小正太，求翻译。It's a tender rain， 这是一场温柔的雨，希望可以传达给你，就是希望我看看哦，希望可以传达给你这首歌。届きますようにあなたのもとへ。然后どんなに遠くに，无论是多遥远。我依然坚信可以传达到，应该这样翻呢。離れていても信じてる。我依然坚信着我可以传达到，对吧？这样子是可以的吗？大家都突然不会日文了，这样子翻译是行的吧 ？Singing in the rain， 在雨里唱歌，在雨中唱着歌。雨のしつこが美しく輝いてゆく。太失意了，不会翻。对，即使无论多遥远，即使分离了，我也坚信能够传达到。刚刚那一句应该是这样子，这么长，我没有翻到分离那一段。然后，唉，这个要怎么办？这不敢谈论日文，你们日文程度比我好太多了。
有传得到了雨的質感が雨滴如此美丽而闪耀和質感が不行这句太难了雨滴是如此的美丽而闪耀着輝いてゆく悲しみ全部が消えるその時世界は動き出すの動き出すの是世界这应该翻成转动吗重新的不行我觉得转动不太对啊重新的运作吗应该可以哦就是当悲伤全部消逝全部消逝的时候全部被抹灭消散的时候世界将会再次运作可以吧再次的运作再次的转动对就是世界就会开始进行了下一步开始对世界将开始转动この景色がいつの日か枯れてしまっても这个景色终有一天枯必しまっても枯れてしまっても枯萎什么什么枯萎将会枯萎吗这个景色总有一天将会枯萎这样翻哦因为汉字是枯我就直接翻枯萎了然后要翻干掉吗总会干掉必然哦是必然哦枯れてしまっても所以是哪一个翻哪一个地方是翻必然しまっても枯れいつの日かこの景色这个景色いつの日か总有一天枯れて枯萎しまってもいつの日か我知道いつの日か这首翻必然这句话翻必然没有必然那上面有人讲必然会枯萎那为什么必然这是我不知道枯れてしも枯れてしまっても这一句要怎么翻いつの日か总有一天我知道等这句话我刚有翻我刚有说这个景色总有一天会枯萎那为什么要有必然就是这个翻出来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字吗好算了我放弃我已经尽力了我刚刚把我翻了出来的点都翻了意思带有必然いつの日か里面带有必然的意思终有一天一定会这样子的概念吗是吗终有一天一定会啊、哦，我懂了就是这个景色总有一天一定会枯萎所以你它翻必然会枯萎因为一直の日か会有一个总有一天一定会怎样总有一天必然会怎样的意思有懂这个有懂その瞳に溢れる思い注ぎ つける是吗つける我不知道应该是つける我没念错好了我尽力了我不想再翻了字幕起段好累哦つける那个眼眸那双眼睛吗那双眼中思念满载着思念充满着思念好像可以哦满载着思念那个眼中满载着思念后面那句要怎么翻呢不断的注入满载的思念满出来已经满出来
注ぎ続ける，满载出来。那双眼中的思念满载出来，继续注入，然后直到满出来的概念，懂？有懂，因为他说不停的注入，持续的注入，代表他会满溢而出，所以就是那双眼中的思念满溢而出这样的概念。我懂，你看吧，我就说日文歌词就是有够天啊，有够天的难翻，它就是很诗意的东西啊。中文歌词就不会这样，所以我喜欢日文歌词。谢谢玉带我去流浪，翻译也是一门学问呢。或者即使有一天翻译过来就没有诗意了，就是要翻的有诗意啊，很厉害，太强了大家。纵然有一天也，眼中满溢而出的思念持续的注入，所以我讨厌翻这种歌词。所以你要认真学日文了吗？我一直都很认真啊，只是，我一直都很认真。我做人有没认真过吗？你觉得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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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忘了，就是化运区带走了。化运区是什么？化运区是什么？我刚有什么化运气吗？帮我挡煞了，那不是伪戒吗？他们的 cover 都很强哎，有没有很熟悉？
私は私。他们还有纸飞机的烤火。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
すぐそばにいるの。たったあなたにだけ届いてほしい響け恋の歌。ほらほらほら響け恋の歌。ほら寄发票快点一路到底吗？刚欧亚斯米纳塞了吧？他刚刚就讲欧亚斯米纳塞了。来猜一下这首是什么？Thank you.
起的时候人很多，他们自嗨很好笑，就是自嗨很可爱。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ですよ。我会
の私、君が嫌いです。哈！不要不要不要，帮你念吧，我好生气哦！他居然还特别帮我翻，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です。ありがとう，本当にありがたいです。谢谢富怀姐姐。打电话说公演尚未成功，打电话打call吗？我给你说，哈哈哈哈哈！
最近最近是历年最近最近最近是要有一个我的那个气质气质的温柔摩托温柔温柔温温好是就是就是那种就是很就是那种女生怎么讲就很优秀很优秀的好不好我是就优秀的跟你说小安我真实在某一部男主角会讲说，给人家呼呼啦，对。
好啦好啦，爱困啊，嗯。想要想要晚安。好啦，爱金牌啦，卖讲啥物十八天啦，我想要食鸡排嘛，无人甲我鸡排啊。对，拢点啥物哈？咸酥鸡，安奈无鸡排，我心心肠诶。长豆子了还心心肠？哎，阿伯你阿妹哦，是呢。你叫改骂呢？我哪会叫我哪会叫你派啊？真正足派呢，哪会安尼？真正诶，难得。好坏的是，专为你打造。好坏的是呢，我。好的，今天的第一名小安でした。就是三加拜三加拜啦，我刚刚想讲三加口，三加拜啦，拜三加拜啦，为什么有人嗷嗷嗷嗷？居然听得懂？你说听懂三加口吗？卖啦，你哪会听不三加口啊？不是三加口，不是三加口，三加口是三加口，是三加。我们家人有一个叫三加啊。三哦，三加啊，对啦对啦，对，三加口是三加口，不是三加口，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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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口加三加口，不是同款的物件，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对对对，我。无听过，我有一领衫，加裤，
我有一领三角裤，知无？唔是硬凹，发音真标准，标准，标准。三角裤，左耳子，这就谢咯。听的应该是对的吧？拜拜，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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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台语真的是太博大精深了，真有趣啊！